就是这里。啊，谢谢你哦，小朋友。你要住在这里吗？对啊。那你认识小葫芦的阿妈吗？小葫芦是谁呀？托托，哎，那个就是小葫芦。啊，我们去逛方家山，你去不去？去，等等我。走吧，走吧，慢点啊。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您知道谢小春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许红豆吗？你是谢小春啊？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哎呀，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，但是呢，你没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，不好找吧？手机摔坏了。怪不得呢，那是你箱子吗？对对对，把你箱子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不用我来吧，你都搬了半天了。重，真是有点沉啊。来，走，走。我们这院子还挺大的吧？啊，挺大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不是一块宅基地。它是三块，前年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，重新整修了一下，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，一共呢有六间房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，刚刚退租，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，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。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，提前半个月跟我说，啊，好。哎，看看怎么样？那个，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，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，你检查检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来吧，红豆，嗯，给你介绍介绍哈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，里边所有的电器啊、厨具啊都可以用，都是公用的。那边呢是一间茶室，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，还有工具房，挺好挺好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嗯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。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啊。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，有任何的事情，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。好，她现在呢在小馆，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好啊，哎，那位是，他住二号房，你不用理他。啊，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谢谢小春啊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，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。追马，长什么样啊？年纪不大，瘦瘦高高的。哦，行。那你问对人了，他家离这儿不远，就在隔壁巷子，我带你过去啊。谢谢小春哈，没事，走吧，放心哈。那就是这儿了，来，红豆，啊，跟你讲哈，就是这一家，他们家呢有个奶奶，还有一个哥哥，啊，哦，等会儿啊。喂，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。好嘞，红豆，嗯，我就不跟你进去了，店里有点事儿。你进去以后呢，就直接找他哥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够麻烦你的了，那你忙去啊。好，哎，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，到我店里，我请你喝咖啡啊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，上次被颠下来腿划了道口子，才好没两天，
这次干脆直接跑了，幸好没撞到人，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让你动筷子了吗？把奶动了吗？还有啊，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，什么鬼样子？喂，这样才帅好不好？剪了。阿奶，你看他吃饭。哟，打扰一下，那个门口没有门铃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哦，来旅游的吧？找不到路了吗？我找他。我？啊，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。马撞到人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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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马撞到人，是他追马，然后撞到我了，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，摔碎了。你手机坏了吗？出去撞个人回来不说，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，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！哎哥，闯祸啊！啊哥，给我错哥，哥别打我，哥站住，哥别打我，站住，给我错哥。